我刚爬楼梯的时候有看到。真的吗？哈，好可爱哦！是偶像能说的话吗？我如果是小孩，我绝对不会把他带来这里。为什么？我只是开黄色笑话。怀孕就不会接你的案子了。你说这一套吗？三万。干！谢谢大家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三万，但我觉得很值得。有人订的那地有福币会吗？没有吗？哎、欸，不好讲，有些搞不好会有吧，我不确定。我想要照片哦，可以给我照片吗？可以啊，但要等我修完。这个不要修就够可啊，好可爱哦，眼泪都要从嘴巴流出来了。什么东西？职业线。OK， 哎，这一今天是距离表演剩三个礼拜，我们现在在努力在练最后一首歌，考一曲《Devil Man》，然后结果说打的全员全部感冒，好惨哦。起来，那么再过来，吸气，好。
也是上台表演前算是前三周吧。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其实原本是可以在家里练习，平常其实也都是在家里练习，但是还是觉得来练舞是练可能比较有效率，然后因为毕竟在家里面练都是脱鞋练，然后穿鞋子练也比较有就是实际的感觉，所以今天就决定就是自己一个人来练舞室，然后大概练三个小时这样。颜值真的很高哎！天哪，这个刺鬼太可爱了吧，好可爱，好有质感。对的。哦，哎，哦，这还不错，好可爱哦。那我觉得这个。好好看哦，我觉得很不错呢。嗯，那就交给你这边。好了，谢谢。下课了。接下来开箱就是偶像专场的手灯，噔噔噔噔，哇，超可爱，超可爱，哦，这好适合农历七月的时候拿来这样甩，大家近看一下。然后现在这是我签名跟8月13偶像专场的日期。然后呢，讲一下我现在的心情。今天是距离偶像专场的前两周，一开始没有想过这个企划会非常的，不知道他会花这么多钱，也不知道会花那么多心力。其实是可以不用那么的，投入那么多心血的。但是我的老毛病就是，只要我决定要做一件事，我就会想尽办法把它搞到最好。就是就算我知道我把它完成60%跟完成90%，我得到的效益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但我还是会想要把它搞到90%这样。总之是非常期待8月13号可以看着大家在台下挥舞这一根，听起来怪怪的，挥舞这一支，期待大家为我应援。那我们就那天见喽，各位，哎呀，斯密纳塞，8月13见 ，fighting。